那怎么称呼你呢？贵姓？李坚婉。啊，李阿姨。坚强的坚。李阿姨是今年几岁啊？84岁。84岁了哈。那是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葫芦丝的？2017年的年初。啊，是去年2017年的年初。那之前不会传统葫芦丝哈？不会。那之前您还会什么乐器啊？我会拉手风琴。啊，拉手风琴。退休以后我就买了电子琴。电子琴觉得不过瘾，不过瘾，我就学了钢琴。是是是，学钢琴以后，因为钢琴不能在外面玩，不能在室外玩。是是，是是，哎，那去年学了九孔葫芦丝有什么好处啊？交了很多朋友，交了朋友，交了朋友。你的气息有没有比较强一点？吹的气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身体有没有更好？还可以。平常你有运动吗？运动，我洗冷水澡。啊，洗冷水澡。每天打太极。打太极拳。打剑、武扇。啊，武扇。我打了50多年太极。啊，所以我几年的太极拳？有半个世纪了。50年的太极拳，半个世纪。啊，是是是。哎呀，那你怎么那么健康？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毛病，没有身体的毛病，没有，很少看医生，三高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三高都没有，血压高，还有血糖高，血糖高，血脂高，血脂高，我都没有，都没有。那为什么开始学习九孔葫芦丝呢？因为九孔葫芦丝能多交朋友，能出去外面玩。啊，我原来学钢琴就很少，不能再去外面玩。啊，所以葫芦丝交了很多朋友，我们可以到处全国的好朋友。对呀，去年我们不在从化了吗？对，从化。从化我们也去了吗？是是是，是是。啊，对对，好多老师指导我们。我本来上个月才从日本回来。很紧张的，很紧张的，但是他们也希望我能参加，所以我也来了。看到您这么健康，我觉得是我们的榜样。谢谢你，谢谢。